他被誉为清华大学的终身校长，他位列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不同的性格，迥异的经历，梅贻琦与陈寅恪。生于乱世，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艰难前行，开百年来平民教育风气之先河，高扬民主与科学，推动国家进步，国运流转，薪火相传。人物栏目系列片《先生》，1915年的一个冬日，梁启超先生在清华园演讲。当天他演讲的题目是《君子》，借周易乾坤二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梁先生勉励清华学子崇尚修学，勉为真君子。翌日初应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做中流之砥柱。26岁的新晋物理教师梅贻琦，此时应该也在台下聆听的师生中。他是1909年清华选送的第一批庚款留学生，这年春天刚从美国学成归来。自梁先生的演讲之后，清华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校训，而梅贻琦这个清华历史上任职最长的校长，不仅与其共担了风雨中的命运，也用自己的人生演绎注解了传承百年的校训。1909年10月，第一届庚款留美生47人在上海乘搭中国号邮轮赴美，天津少年梅贻琦在64人中考了第6名。有一位他后来的相知徐君陶先生回忆说，我在看榜时看见一位不慌不忙、不喜不忧的也在那儿看榜，我当时看他那种从容不迫的态度，察觉不出他是否考取了。后来在船上看见，经彼此介绍，原来就是现在的梅先生。梅先生不喜说话，但谈话时却和蔼可亲，人称之为寡言君子。梅贻琦寡言的性格在许多历史记录和回忆中被强调。大学者陈寅恪曾经说，假如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言、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另一位学者叶公超在怀念文章中写道，最令人怀念的就是他的真诚。处在中国的社会，他不说假话，不说虚伪的话，不恭维人，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寡言而真诚，梅贻琦天然的个性也许可以解释他在1931年清华的校长风波中为何能获得各方认可。30年代初，在动荡的政局中，国民政府开始推行党化管理，清华园也随之经历了几次暴风骤雨的人事更迭。他名字叫地轮化，为了搞这个地轮化呀，都要见的校长要敬礼啊，要地立正是吧？清华的士绅啊都不感兴趣，是吧？那罗翔被赶走了以后呢，又来一个吴南轩是吧，那更厉害了。清华学生会连续驱赶了3届校长，他们发表5条校长人选标准：一、无党派色彩；二、学识渊博；三、人格高尚；四、确能发展清华；
五声望诉诸。1931年底，曾任清华教务长，此时在美国任职留学生监督的梅贻琦，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在就职仪式上，平时寡言的梅贻琦展露他在大学教育上的见识，提出了后世流传甚广的大师大楼之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清华的要务由教授评议会做决策，每个教授都可以发表看法，梅校长通常的态度是无从众。他说校长的任务就是给教授搬搬椅子，端端茶水。清华文学院教授朱自清后来写了一篇文章《清华的民主作风》。在清华服务的同仁感觉着一种自由的氛围，每人都有权利有机会对学校的事情说话，这是并不容易的。曾在清华任教的蒋复聪后来评价梅贻琦出任校长，初以为办公室他不大内行，熟知竟是行政老手。30年代中期，国家外忧内患，更趋动荡，学校也经常被卷入政治的风浪。梅贻琦明确表明反对党化教育，提倡学术自由的态度，在此时不得不在执政党和进步学生双方的夹缝中寻求治校治学的方法。梅校长是从来不鼓励学生在学习阶段参与政治，不鼓励学生去那个选择左中右作为自己在求学阶段的政治的信仰。他觉得在学校那个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最主要的要教会学生去辨别自己的人生道路，这是在学校要教给他们的。至于他们今后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道路和政治那个价值取向，那是他走向社会的事情。一次政府派军队到清华清查，部分学生抢了枪，扣留了团长，结果当晚一师军力荷枪进入校园，负责的同学溜了，20名大多无辜的同学被捕。第二天梅校长告诫学生们，除凭一时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责任心，你们领头的人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不能规避，人家逼着要住宿学生的名单，我能不给吗？我只好很抱歉地给他们一份去年的名单。梅先生有一个口头语，别人给他说，你说这个校长啊，也听不出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平常给他编那个冲口哟，是吧？就是大概和这些俗事，不过我们不但得什么的一套，是吧？就他们说，他说就这个人没有准那个意见，但是有人就说他这个人呢、是外圆是内方。到时候需要拿他拿主意的时候啊，他坚决就是一点不含糊。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中日开战。28日，北平陷落。这个夏天的记忆清晰地刻在很多人的心上，哪怕是90岁也不能忘记。那天早晨走的时候天很凉，9月18号我记得，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就是你知道火车站的五金中外都是乱糟糟的，哪个火车站都是挺乱的，可是那天的火车站人也很多，都是走的人，一点声音都没有，这挺可怕的。
就是一种气氛，是亡国的气氛。日本人来了嘛，都是亡国了。十月，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学校南迁至湖南，合组长沙临时大学。梅贻琦奉命担任筹备处主任。当年底，新校刚刚开课一个月，南京沦陷，临时大学被迫迁往昆明，师生们又在四散奔上逃亡路。1938年5月4日，由各个方向辗转跋涉到昆明的993名学生再次开课，新的学校被命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第二年，从北京流亡到贵州的何兆武考入联大，他在联大读了7年书，拿了4个学位。其实校长是梅贻琦，他们那两位校长都在重庆做官，实际上做官了。张伯苓是国民参政会的副议长，蒋伯苓叫什么？反正实际上也是做官，还经常出国，好几次。所以学校的事情实际上就是梅贻琦什么。有人说，中国学界有多少个流派，清华师生中就有多少个流派。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不因政见歧义而相害。在清华大学和后来的西南联大，从没有教授因为持不同政见而被解职。我们那时候有一年多一年半，天天跑警报，就是日本飞机来轰炸，天天来炸。跑警报的时候啊，这个那梅先生也多次跟我们一起跑，他不跑，他出一个拐，拿一个雨伞，作为张伯伦式那个雨伞作为拐杖，按部当车的，非常安详的，一慢慢按部当车，还嘱咐那个不要拥挤，不要拥挤，安静的。这一点我非常佩服他，非常这种绅士风度。也有另外的回忆说，这一时期的梅贻琦虽然仍保持了一贯寡言温和的风格，但在办理大事时显得异常果断。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就好像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负驾驶他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韧前进。我从动他平常的口头语啊，是我从动就行了。大伙儿都和他是一致，是吧？可是这必要是到这个西联大以后，需要他拿出主意的。他的很都果断的很，蒋介石说事不出其会，他说这你说的不对，说一个是梅贻琦，一个是。胡适是都敢一说，胡敢说，重楚你的话不对，梅贻琦也敢。抗战8年，物质极度贫乏，每日承受生死考验。西南联大却在烽火中创造了弦歌不辍的教育奇迹。梅贻琦在这个时期完成了重要的大学教育论文《大学一解》。在这篇论文里，他提出了通识为本、专识为末的教育思想，认为大学不应以功利为目的。他的首要任务不在于授予学生专门的技术知识或者职业训练，而应该给学生自然科学、社会人文科学方面最广泛综合的基本知识。后世评价，通才教育、教授治校和学术自由是梅贻琦所奠定的清华大学校格。1949年，60岁的梅贻琦到了美国，
管理清华在美的庚款基金。他只有一间办公室，聘一位兼职助理，自己给自己定薪300元，和庚款资助的在美学子一样。台湾当局过意不去，让他把薪水改为1500元，他不同意，说薪水是我自己定的，我不情愿改。因为台湾早期财政情况也很窘困啊，所以经常有人打主意了，经常有人打主意。如果从外面的人来看的话，就是这个他有人叫他守财奴嘛，啊，守财奴就帮清华把钱这个保护起来了哈、啊。那当然对清华的贡献很大，因为你用掉就用掉了。1955年，梅贻琦创办台湾清华大学。他不顾台湾高层急于让他把学校半大半强的旨意，只是按部就班，先设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规模求小，院系求精，做事求实。我们基本上最主要这个反应器，最主要是做一个学术研究用。那最主要就是有一些人，他如果需要中子源，他就会来这里申请。梅贻琦确立了原子研究的核能民用方向，几十年学校所办的核反应装置，安全、开放、对外交流，针对人类难以治愈的病，已有开创性的实用疗效。我们有做一些核医药物，目前是在做临床试验，那在做头颈癌的一个病人，效果都不错，他们的肿瘤位置都有消下去，甚至有些人已经找不到肿瘤了。台湾清华大学至今仍延续着梅贻琦的专家教授主导，遵从规律治校的办学思想，不扩招，不合并，不跨越。这所中等规模的一流大学，只有台湾大学的1/3，师资人数只有北京清华大学的1/5，但在世界大学排行榜中名列第37位。梅贻琦带着不急不缓、平和淡定的君子之风，最终住进了清华为老校长赶建的梅园。1962年，他最后从这个院子离开，去了医院，就再也没有回来。病中所欠的医疗费用及丧葬费用，由清华校友师生捐献。病床下有一个紧锁的皮箱，丧事后打开，里面是一笔清清爽爽的清华庚款账目。我是从一开始研究梅贻琦啊，我就在长沙找似的找他的学姐，我没有找到，真是很像样的学姐是什么呀？这太神奇了，这个人呐、啊，他这次死了以后，他一点存款也没有。去世了以后，不是人家给写的祷文呢、啊？先生翠烟的君子，病逝诸君子比，华岳不在，而实则过之。梅贻琦逝世后，这里种满了梅树。历经半世纪风霜洗礼，梅树和梅先生已经融为了一体。在梅贻琦任职清华的时代，还有一位在清华任教的先生，他就是史学大师陈寅恪。1926年，一个36岁、既没有文凭又不出名的学者到了清华院，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但很快，师生们惊叹他的博学，课堂上他讲授的学问贯通中西，课余
他分析各国文字的演变，竟把葡萄酒原产何地、流传何处的脉络给学生讲述得一清二楚。他授课时，教授们也常来听课，于是有人称他是教授的教授。他就是读书人的老师，因为他倡导并坚守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九岁的这一年，戊戌变法失败。做湖南巡抚的祖父陈宝箴还有父亲陈三立都被朝廷革职，永不叙用，因为是他们在湖南率先变法。在13岁时，陈寅恪和哥哥就被送去了日本，因为父亲陈三立不要孩子应科考，求功名。1909年，陈寅恪从复旦公学毕业，带着复旦公学的文凭登上了去西洋的轮船，这是他平生唯一的一张文凭。父亲陈三立赶到上海送别陈寅恪，此后陈寅恪辗转游学13年，从德国到瑞士，后又去法国、美国，最后再回到德国。他学物理、数学，也读《资本论》。13年里，他总共学习了印地文、希伯来文等22种语言。陈寅恪他在德国的资料很少，为什么资料很少？因为他都没有要学分，人家上课他跑去听，听了做笔记，他自己注册是印度学系，他就在那里读书啊，没事去听课啊，在家里他就是是一种完全是个文人求学，有点像游学一样。陈寅恪说，考博士并不难，但2-3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1932年夏，清华大学中文系招收新生，陈寅恪应邀出考题，不料他出的题目非常简单。考题除了一篇命题作文，最奇怪的是只要求考生对个对子，而对子的上联又仅有3个字：孙行者。他讲得很清楚，他你会对对子，你就掌握中国文字的特性，要平仄相对啊，意思相对啊，这是一个很好训练中国语文的方式。哦，大家都认为这个是封建，就是当时就被骂了。有人误以为这是以旧学的看家本领向新文化挑战，但在陈寅恪自有一番深意。值得注意的是，陈寅恪至死都坚持用文言写作，文言的不足是与中国人的口语差别太大。贫弱的中国，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把语言的改造作为民族进步的先决条件，但陈寅恪关注汉语的文化特征和世界地位，他对民族传统语文充满自信。但不久，陈寅恪却把目光投向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也就是学界通称的中古史。这是陈寅恪第一次学术转向。这当然是因为有很多很多因素，其中最大的一个因素就是当然跟抗战有关，跟当时的国家危难有关。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22天，日军逼近清华园车站，北平即将不保。父亲陈三立这时已85岁了，这位在上海128-19路军抗战时梦里狂呼杀日本人的老人开始绝食。绝食5天，陈三立死了。为父亲守灵的那些晚上，陈寅恪久久地斜卧在走廊的藤堂椅上，表情严肃，一言不发。这时的他由于高度近视，又用眼过度，右眼已经看不清东西了，
在为父亲守孝49天以后，右眼失明的陈寅恪携妻江雏离开了已经沦陷的北平，踏上了流亡路。在离开北平之前，陈寅恪把他的藏书寄往将要去的长沙，但赶到长沙还没等到这些藏书，便又匆匆随清华大学南迁云南。当书到长沙，竟悉数焚毁在战争的大火。而他随身带着的常用备用的书，在绕道去昆明的路上，大部分竟也都盗走了。家亡国破此身留，客管春寒却似秋。几乎是在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陈寅恪撰述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这是两本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著作。1944年12月12日，陈寅恪的《唐代三稿》中的最后一种元白诗笺正稿基本完成。但就在这天早上，陈寅恪起床后痛苦地发现，他的左眼也看不清了。他叫女儿去通知学生，今天不能上课了。他在成都的医院做了眼科手术，但手术没有成功。抗日战争结束后，双目失明的陈寅恪由人搀扶着重新回到清华园。清华为陈寅恪配了3个助手来协助他的教学和研究。这3个助手都是他当年的学生，其中汪坚是他最喜欢的。我父亲喜欢的人是有一个标准的，一定要数学好。汪坚先生的数学特别好，我父亲是非常注重数学的，你们可能不会知道，他对我的要求也是数学要考100分，思维逻辑要清楚。他说，人家研究理科是分秒不差，我的文史研究是年月日不差的。如同自然科学，陈寅恪的研究往往是一个精确推导的过程，而他的渊源便是陈寅恪在游学年代所接受的追求精确性和彻底性的德国学术传统。1949年，新中国成立。陈寅恪60岁，他眼睛已失明整整5年。要找一个文化环境，他要到陈旭京做校长那个地方去研究学问。我觉得陈下这个眼光啊，他是很敏锐的。南国的校园很美，一年四季树木常青，但是陈寅恪看不见。很多人回忆，他以前上课是很有特点的，讲到深处，他会长时间紧闭双眼。但他眼睛瞎了之后，再也没有人看见他闭着眼睛讲课，他永远睁大着眼睛，一如我们今天见到的他晚年的照片，目光如炬。1953年，在清华时的学生蒋天书给自己的老师寄来了长篇弹词《再生缘》，陈寅恪听了受到震动。他竟开始了第二次学术转向。陈寅恪在病中用口述的方式撰写《论再生缘》，他由此探索明清历史文化。《论再生缘》里边，他一方面固然是一贯的实证的研究，另一方面他恐怕是对当时的学说以及思想方面的一种感慨。所以他曾经说到，再生缘作者思想的自由，就是不受传统思想的
说法。他甚至说到那个没有自由的思想就不可能有优美的文学，那么这些恐怕都是他有感而发的。这一年又一位清华的老学生，也就是当年他最喜欢的汪坚，到广州来看望他。这是1953年11月21日的晚上，他们开始谈得很好，但马上就谈崩了。事后清华有人批评汪坚不能用教育开导的口吻与老师谈话，陈寅却受不了，怒斥：“你不是我的学生。”即使在这样的状态下，还是有老师口述学生记录，对历史留下了今天的读书人都略知一二的对科学院的答复。答复的第一句话是：“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建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的碑文中。”为纪念清华研究院导师王国维而修建的那座纪念碑，今天依然矗立在清华园中。陈寅却在碑文中写道：“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次，与天壤而同久。”陈寅却认为，包括他和王国维在内的任何人，在学术上都会有错，可以商量和争论。但如果没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意志，就不能发扬真理，就不能研究学术。10年时间，80万字。陈寅恪撰写人生最后一部大书。1961年8月30日是个阴天，陈寅恪一直在家中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他在哈佛大学的同学，早先清华研究院的主任吴宓。吴宓走进陈寅恪寓所的时候已经过了一夜，而陈寅恪仍然端坐着等待着。吴宓在日记中这样描述他阔别12年的挚友：“寅恪兄双目全不能见物，在室内摸索，倚杖缓步，面容如昔，发白甚少，唯前秃顶，眉目呈八字形。”与吴宓会面，陈寅恪透露了自己正在撰写的一部大书，就是后来的《柳如是别传》。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柳如是不过是明末清初的一个烟花女子，但陈寅恪的研究发现，柳如是其实是一位有主见的才女，在那样一个大变动的年代里，从事着地下的反清复明运动。柳如是呢，说白了是一个名妓者，所以很多人对于这个陈寅恪先生花了这么大的精力80万字来写一个名妓，很多人觉得不解，觉得陈寅恪先生是应该就是用大手笔写，就是说一段就是说这个波澜壮阔的一个大历史，应该是写这个的时候。一个倚门卖笑的弱女子，在年轻易代之际，竟比无耻男儿更看重国家大义。他就想把我们民族的独立之精神跟自由之思想这层意思通过这个书把它写出来，他是完全通过一个人物来把明末清初这段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给他带出来，百科全书式的这么一个视野给展现出来了。这部百科全书荒荒85万页，陈寅恪为此用了整整10年的时间，书写得很艰难。柳如是的遭际触动了陈寅恪对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抗日战争的家族和自己身世的感怀。
柳如是别传有点让我想起这个当时曹雪芹写《红楼梦》到写到当时高鹗的叙述的最后那一回，就像有一个叫曹雪芹的人在那里面写《红楼梦》，最后是非常多的感慨，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是谁解其中味。他在写《柳如是别传》的时候，有很多家国身世的感慨被放在里面了。全书忽装忽写，一文一实，浓缩了陈寅恪一生的学养和志趣。但是，陈寅恪并没有完成他可以完成的工作。这个天才的史家最终没有拿出他一部中古史的总结，也没有完成一部陈寅恪的通史。《柳如是别传》完成于1964年，这年陈寅恪75岁。生日前夕，陈寅恪见到了专程从上海赶来给老师祝寿的蒋天书。尽管这对师生在1949年以后只见过2次面，但多年来他们通信不断。陈寅恪先生在写《柳如是别传》的时候，大概很多材料是蒋先生在上海找到了以后，然后再寄给陈先生的。那么找这个资料并不是在图书馆里边去找一下就可以，就是蒋先生他事先必须那个认真地查阅资料，查阅了以后然后再觉得有用的再寄过去。当许多昔日的学生纷纷远离之后，这位出身清华的老门生的造访使陈寅恪郑重地做出了一个生命之托，请蒋天书将来为他编一套文集。陈寅恪把自己晚年最隐秘的心迹写进了这篇送给蒋天书的文章中。这种临别赠序是中国文化中古老的传统。最终蒋天书18年后完成了恩师的生命之托。陈寅恪文集问世的时候，蒋天书已整整80岁。这位大学的名教授自己的文稿则一篇都没来得及整理。这时陈寅恪已去世12年。陈寅恪最后的7年大部分时间是不能站立的，他在一次洗澡时摔跤骨折。这是横跨纽约东河130年的钢索吊桥，被称为工业革命划时代的建筑工程奇迹。七大工程奇迹创造者之布鲁克林大桥。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走完了他79岁的生命历程。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不断的流泪。陈寅恪没有遗嘱，但他取得的学术成就却垂范着后世的中国。他留下的著作以繁体字竖排出版，一如他生前期望的那样。这些文字烙刻着以学术为生命的独特印记，留赠来者。